南门允儿的飞鸿斩不仅可以在空中改变方向，绕开防御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它具有锁定目标的效果。看来这个飞鸿斩一旦锁定目标，就会无休无止的攻击，直到南门允儿魂力耗尽。但是漫天第三魂技的增幅，他的魂力会源源不断。第一魂技，灵魂冲击。其他人看到我和王东，王东，我们会施展魂融合技。哎，里面怎么了？什么也看不清。逆天，逆天，你怎么了？